爱怕烘的原因终于找到了。这个书房的门呢开得很大，代表就是说，其实你有时候呢，你就是会忍不住要讲。从出生学两年再学讲话，其实我们一辈子要学闭嘴。所以老师每个房间门都这么大，我有三个门，所以就是三大包啊。